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节操为你而掉，祝你那销魂的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乐的为你带来的游戏视频解说。走起，接着做任务。下面的还没解锁呢，哎，也不知道这一共有多少任务呀。这干嘛呀？咬不死你啊！他是应该用这个技能弄好了之后，对方就慢了嘛，然后利用短暂的射程优势来进行输出。你看，你要把握好这个距离，他其实还有射程的，只不过比较短，但是威力比较大。妈的，我就被伤了好多血。他得要黑团的 run， 哎呀！就死了！妈个蛋！那我说明不应该用这个呀。试一下这个吧，试一下啊。这啥？妈蛋！居然你妈能飞，你敢信？又回来了。哎，等，手表响。谁呀？什么东西啊？妈的，干死你！我靠，这血量又被干低了。啊，慢慢的血会恢复，太好了。哎，其实我觉得那个橘子那个不错呀。不能换成那个吗？是吗？哇！操！这是什么嘛？妈的，是掩体吗？你不要逗我！各种放烟花呀，这是。然后呢？
这什么鬼啊？王八蛋，你跳舞你还？你该逼我！我操我操，这个真的是个掩体吗？我操，也被抽死了。妈的，南瓜炸弹还不错，呦呦呦。炸呀！我靠，妈的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那怎么说，还是这个厉害吧？真的还是这个厉害，那看我弄死他，我过去。妈的，焊不死你。我凶不凶？啊，这个现在是有人在问为什么不用片头了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因为呢视频广告太长了嘛，再给大家看片头，那玩家就要抓狂了。目前我的视频已经登录了搜狐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，其他地方如果你能看到的话，那差不多都是他们偷的啊。所以如果支持我的话，最好就到这几个地方来看吧。你们的点击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另外微信公众号呢，因为也是没太多时间去打理，所以说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了。我想去 copy 很多那种内容也没什么意义。不过大家也是可以先关注一下了，我们这边打算新注册一个微信号，会建设的稍微好一点，到时候会及时通知大家的。啊，对了，那个大家记得来加一下我们的节操群啊，大家一起来吊节操。啊，最近也是有很多观众来问到底该如何投稿啊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在这里输入啊76785588这个点抗就可以了。在标题呢记得要描述一下你的那个录像，比如说啊这个100啊十杀之类的，然后在这里。但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文件拖拽上来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只要发送过来之后你看我这边就是能收得到啊，然后你也会收到我的一个自动回复，那就证明是投稿成功了。然后另外是给大家说呀，就是如果喜欢的话，最好是得这个订阅我啊，订阅了之后呢，你会收到提示。一般我视频里面它会有主动那个订阅的提示，然后你们平时看视频最好是进到我的这个视频空间里面来，然后你们可以点像这种播单，就会看到像下面啊，你看我们点一下。就会看到很多这种视频的专辑啊，这个一个是进空间或者订阅这种要快一点，大家很多人平时用搜索的，搜索其实很不靠谱，因为搜出来很少有人会去点那个最新发布，那个按钮也很不明显，特别很多人是在手机上看嘛，所以说这个就更不明显了。这个搜狐啊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这个看到这个最新最快的内容啊。接到这里吧，再见。